在今天的献诗里面，我们这首歌《赞美的海岛》，也是我们在这支歌剧里面的一个感动。不管是神所差遣的各样的一个宣教之旅，在很多蛮荒之地，他们在神的恩典、神的福音当中看到奇妙的作为跟福音，以至于全村的得救，如同奥卡主一样，我们一样有这样的感动。这样的福音要在我们台湾成为全国的一个拯救，全岛的一个拯救，如同以赛亚书24章所说，这些人要在那地一起来赞美耶和华，是在东方地极一起来，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东方，在地极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感受到末后日子，我们相信这就是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在很远很远的东方的一个海岛，他们要起来赞美耶和华。这是我们在这诗歌里面，在这新的一年，成我们在生命里面的敬拜跟赞美。我们唱这首歌《赞美的海岛》，它的歌词是从以赛亚书24这里所出来的。我们盼望一起来领受，一起来回应神在其中给我们的命定跟感恩。这些人要逃生。